进去了。哎，别来，侬来得正好，我是要寻侬。啊，等等等，这个李玉厂长喊我搞不了侬。啊，李玉厂长客气得嘞，哎呦，还送么子拨我了？因侪是我自家么子嘛。叫我还拨了侬啊？何必怪状？哦，别来啊，动脑筋是好事体啊，不过这个脑筋啊，别瞎动八动。搿李玉厂长搿条线要断脱了哇！搿有些东西没希望着了。本来我认为自家已经是麻将女婿了呀，麻将麻将，现在要吵架着哇！丁丁伤脑筋是助理工程师也彻底泡汤着了。这门走进了厂长屋里，诚心去送礼品拍马屁，希望他印象好对我有礼，想不到他回来少道理。我从来分看见厂长心意，居然会送两条红双线，等于叫他满心事实寿命短短，他当然不欢喜要发脾气。余晓得我这两天牙齿发炎，我为送两听那有花生米，帮帮我牙齿因我痛彻心扉，他一定当我在捉弄伊。想不到通路子枉费心机，拿钞票拐进了王铺里。哎，么子送得不对啊？不管送礼啥体了，礼多人不怪嘛。只要我动脑筋，总结经验，在这里。奋勇向前，一定能够取得师傅手里的伟大胜利。马兄啊，厂长，今次高宝宝给我先喊一起吧。不用了，等起来再去讲，我要寻钱啊。厂长，这个礼品我心里叫我难过啊，请你忍吧，不要搞这个庸俗的一套。动不动就请客送礼都不好嘛。这个不是礼品，对我对厂长都需要多一份心意。心意领了，东西不能修啊！好好工作嘛，工作中做事情起来比什么都好嘛。啊，对对，我就不辜负厂长对我期望，我工作厂长身体健康，永远健康，永远健康。妈妈，爸爸，你咋回来了？啊，厂长，这个人需要多动作啊。晓得吧？啊，这就是我当光绪国王奶奶。侬就是范奶。清楚。听说侬要跟我谈朋友啊？我是一片诚意，我想今朝请侬看电影去。啥电影？那这里需要爱情。侬不是已经有朋友了吗？有了。五百个，谁得五百个？丁香侬认得吧？是一定老我呀。那么侬呢？我看见伊就讨厌。五百个呀，一年到夜要吃得好，要扎得好。像上趟恁讲骗老我真正吃不进了。定金硬塞的塞给我三块左右肉，哎呦，真生气啊！我也弄不懂呀，厂长打电话给我，
像上趟那厂里把当十六杀水货的有分了，但我考了1.38分。那啥个丁香丁香，不是我理想。丁香得晓得谈朋友，我看这并不是你爱情作出真正的现实，因为小刀他有个爸爸是做厂长的，你同他谈了朋友，就可以有一个做厂长的强娘吧，都能靠山，以后可以向上爬。我看这才是你真正对我的所在。余厂长，侬这个分析非常之深刻，可以讲是一针见血。是这样吗？是的，那样子的。好，那希望你联系日记加以对照。对身态度提高认识吗？耶，余厂长，侬这个是啥意思呢？这个话不清爽。好，那自我实验。我说你们两个人啊，一个是有了一点技术，没有正确思想；一个是技术没个，还要胡思乱想。我想通过不经当修的周学金。扣笑也扣背，余厂长，侬这个样子走了？对个，啥个胡思乱想？刚刚清爽，大哥，我听余厂长刚刚清爽嘛？我是要讲，我听你们讲，我不走。我看得出你们心里都很委屈。现在，请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侬讲，昨晚夜到了了，我老搿只电视机咋个修来修去修不好？侬屋里个电视机根本就没坏过。哦，搿啥会同样看勿出呢？昨日叫侬反对小刀参加市长表演，俺拿电视机弄得同样显勿出，就是勿拨侬开市长表演个实况，老顽固。哦，还是搿小毛事体啊？那是我才蒙蔽了呀！哎，搿我弄不懂啊，后来哪能回来一修就修好了呢？回来向大官学得来的，不是我，是我先问大官学得来。回来，伊站在我搿搭，把伊眼睛笑发笑发笑得起哦。回来，情况是这样吗？报告厂长，情况基本属实。呸！回来啊，侬老，侬真是叮咚叮咚了侬。厂长，我去了，再见。刘大光同事，我说呢，前途无限。
小梁同志，我做呢早登极乐世界。马哥哥老兄，我做呢得丁香幸福美满。同志们，再见。回来，台上的东西，都起。